牙活动，有没有觉得很 shock？ 通常一个活动有一个社团就了不起了，有两个算合办，有三个呢是应酬的哦。今天有十个，开玩笑，要耗多少的工程、人力、精神、成本，才能够完成今天的一个融合？今天呢，我们这些平常在网络上隐身在手机、电脑后面的网友呢，全部跳出来了，活生生的来到现场，跟大家要交流。今天也非常特别，我们同时把一个非常具有文化传承、社会教育意义的一个奖项，也放在今天，要一起来颁奖。它叫做金卓奖，有听过吗？骗人的哈，我相信你都没有听过哈，因为这个奖项非常的特别，第一届。我讲一个黄俊雄大师就好了，有没有人不认识黄俊雄的？应该没有哈。如果你不认识黄俊雄，那只有一首歌可以解释，就是蔡依林的歌曲《怪我太年轻》。你看他们光上来舞台卡没落呀哈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咱台顶啊卡好不好？大家人人在报在，哇哇哇，对不对？对。对本次活动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，感激你们。感谢文创执行长林信君。身兼数职啊，是主办单位，也是今天的主持人啊，还是策划流程的参与者之一啊。有这么多摸彩品呢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，是有一些衣食父母啊在供应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不能抹灭我们这些慷慨解囊赞助商啊，帮助我们所有的赞助商在2017年事业大发，耶！国际级的魔术大师，他的魔术技巧远胜当年美国的大卫考伯威，大卫的欧美后面哈，连我们天王刘德华都要跟他拜师学艺。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没有三两三不敢来吃饭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请到这位，口语片已经秀出来了啊。不够神奇，不叫杰克啊！没有看过杰克呢，不能说你看过神奇的表演。所以接下来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神奇杰克！欢迎。国内一日游的兑换券，还有云南、丽江、东巴子、苏丹。还有汉鼎酒杯一对，站起来吧！三位一个位置，现在站起来。你们帮我唱两句，第一句叫做耶耶，来耶耶。第二句大家要帮我合唱，跟我共同演出，我我来，我我，就这么两句，好不好？唱跳歌舞。爱情健康，太精彩了，还有个索隆来了，索隆你好，我不再表演了，我介绍一个神秘嘉宾代替我来表演第二首歌曲，他有
功夫，背功夫的。哎，对，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龙字在。龙啊，功夫非常好。哦。啊，拍很多电影。演过什么作品？可以透露一下。啊，有拍过电影。拍过电影呢、哦。功夫。好、哦，是谁？猜到吗？好像都没有。你说谁？没有什么头绪哈、哦。李小龙啊。李小龙啊，不是李小龙。出来就可怕了。既然不是李小龙，不是成龙，我跟大家告诉大家，好，也不是史特龙嘛，哦，也不是乌龙，也不是鸟龙，也不是变色龙，哎，是什么龙？哪一条龙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嗯，不老活龙，不老活龙，啊，就是我本人，今年70岁，不老活龙，为您带来我作曲作词的新歌，今年的新歌。不老活龙，不要掌声的你尖叫声，呜！是你吗？还是你吗？不对，是我吧？没有了，就是你了，没有。来。
写诗信。不是你很衰，因为没穿的银子底下有一张乐透彩券，可能两亿、三亿、五亿、十亿就在你的手上了，赶快跑！谁是今晚的幸运儿？啊，走！